家都在问我东京奥运会有没有难忘的事儿。嗯，我没有难忘的事儿，因为我都忘了，哈哈。今天呢，我教大家一个小舞蹈。嗯，这是一个很开心的健身运动，也不算健身运动吧，就希望你们能跟我一起动起来哦。摇一摇，转过来，然后屁股扭，跳回来，然后伸个懒腰，怎么样？这个舞蹈有意思吧？也很简单，对不对？那就大家一起健身动起来吧。